茶豆啊，哈喽。去年上节目之后，很多人说我是丧系脱口秀，然后就有一些白活找我。我说我是丧，但毕竟还是喜剧。他说是喜丧。前段时间居家，大家因为无聊，行为越来越奇怪。我对面楼的大爷，连续三天站在阳台盯着我看。第四天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换回了男装。谢谢。那两个月我一直在回忆过去。我上学的时候，同学们为了不写作业会想各种办法。有一次老师收作业，我同桌站起来说自己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蒙面劫匪，把他作业本抢走了。我觉得他太笨了，连我都认不出来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的邻居是一个精神病，他住得离我很近，就在旁边的床位。他跟我说他有透视眼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我会隐身。我一直在租房，租房装修一定要提前和房东商量好。我之前私自把房子的门拆了，房东很生气，因为他还没答应租给我。这不能怪我，这不能怪我，因为前一天他说一个月4000，我说3500，他说那没门，我说可以。我喜欢你们，有来有往嘛。我们继续。我觉得独居女性是一个社会问题，因为生活会很危险。我邻居甚至还买了一双男士皮鞋放在家门口，第二天就丢了。我挺难受的，我挺难受的，挤脚。我们继续啊。我在街边看到一个人卖唱，我看了很久都没给钱。他唱完看着我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我帮他唱了一首。我想说我们这帮人为了这个节目真的很努力，一些南方演员每天练绕口令，刘奶奶找刘奶奶买牛奶。我说你这样不对，应该是刘奶奶找牛奶奶买经典超绿牛奶。6克原生高蛋白，1瓶牛奶2倍营养。牛奶奶说这么好的牛奶我才不卖给刘奶奶。可以可以。我很怕和老板交流，公司团建，同事逼我去给老板敬酒，告诉我酒一定要比老板的低。我上去，老板，
祝你长命百岁。最后分享一个我的研究成果，我发现男女的区别可以在一些小事上体现出来。比如女生看到一片湖水，第一反应是拍照，男生看到一片湖水，第一反应是打水漂。之前我约女生去西湖，她把手机给我，让我帮她拍照。我技术非常好，十链环到了对岸，被人捡走了。好在对方也是一个男生，打了回来。但他技术没我好，三下就沉底了。对，当时女生狠狠地瞪着我，我心想：天哪，还好我会隐身。我会什么？会隐身。我讲完了，谢谢。熄灯了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我看周迅杰已经开始打起鼓来了，是不是？都这样了，每个下边的啪啪。啪啪，太喜欢了啊！迅杰就等杨波这一段了。对，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方法。其实他这方式也特别适合你，慢慢说，最后翻一包袱出来。对，我就特别喜欢，而且他说的很广，就是好多事儿，好多事儿，好多事儿。对，因为都是瞎编的嘛，所以会很广一些。他就是天上一脚，地上一拳的。去年杨波这个 one-liner 风格第一次尝试，今年感觉已经练成了，炉火纯青，厉害厉害厉害。这个方式的那个特点是啥？就是它就是停顿，比如说多读书就会让人有深度的睡眠。你这么一说感觉太没有难度了。不是，他就是把，但是杨波他大师的，这我们只是喜欢啊，喜欢。别不敢不敢。还是自信。自信。对。还是自信。我觉得这种风格的东西一定要贼自信。嗯。就是不自信你也得挺起来。我觉得西服就是我挺起来的工具，就是就是有他我就感觉哇，我自己能够更挺拔一点，更自信一点。我觉得杨波每回这个笑话看起来跟放花似的，他每次你就感觉砰放出来了一个，然后你就鼓掌，那种感觉特别的灿烂哈。我也是来这儿才知道什么叫 one liner 的。他这个风格难，就是他没法练，因为他去开放麦练的，就他在上面讲，下面20多个演员猜他后面怎么翻，然后跑他，所以练就了他现在就是很难猜到他那个转折是什么。这个有好处，就是演员才有好处，就是他们如果猜到的话，我就抛弃了嘛，也是一个帮我筛选的过程。这个创作还是很难的，无论如何，恭喜杨波获得4灯晋级成功，挺上天花板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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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杨波其实他讲的时候，我那会儿还和蒙恩一直在聊，就是他每天都是怎么写段子的。因为我们写段子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一个小观察，但是他那个完全就是特别的天马行空，就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想事情的。杨波的那种方式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，我喜欢脱口秀的表演者能够把我脑子弄乱。对，就是他们那种弄乱之后的那种笑点，我自己就会比较喜欢。好，下面一位，今天其实已经有